为着老去的国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，迷信的村庄，神秘的中央，还有昨天的战场，皇帝的新衣，热血的英唱，谁却甘心留恋猜想？为着老去的国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，骄阳梦着已多，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？蒙着眼睛，再见往昔景仰的那样一动疤痕。哦哦哦哦，留在地壳头上。无眠的身躯，无我的思想，还有显赫的破墙。谁也冲不开，谁也跑不低，谁要一生流离浪荡？为着老去的国度，为着事实的真相，为着浩瀚的岁月，为着欲望与理想，骄阳梦着已多，哪里哪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？但是好多好多社會運動呢，大家互相在網絡傳遞的時候呢，那些相片都很重要的，相片的力量大家都已經感覺到了，當然大家不斷我都拍很多相。今天呢有一班攝影師呢，他都做了一個行動去支援這個反洗腦的國民教育，我們將他上交給攝影師。大家好，我叫阿飛，咁啊，隔離嗰個小李咁樣。咁啊，今日咧，好有趣，公民廣場呢個地方，除咗係我哋咁鬼多人嚟呢度抗議集會之外，更加係一個絕食地方，亦都係可以喺度搞論壇，甚至我哋喺度討論我哋好多好多嘢，甚至乎唱歌跳舞都有。我覺得最好玩嘅呢度係同時亦都係一個創作嘅地方。我同一班做攝影及錄像嘅朋友咧，我哋喺後邊即係台嘅。咧，依家後面閃緊燈，有個八卦裏面個閃燈嗰個位咧，我哋 set 咗一個迷你嘅攝影棚。我哋好想同呢度今日都會呢一段時間都會嚟呢個集會嘅朋友咧，一齊做一啲創作嘅。咁就 set 咗個攝影棚，只要大家行埋去，用你哋嘅身體，用你哋帶住你哋一個今日帶住一個咩嘅態度，咩嘅姿勢嚟呢度行埋去，做你哋嘅動作，用你哋嘅表情，用你哋個身體語言。我哋同你影一相，我哋會喺由依家12點開始，直至到明日嘅12點，我哋 loop 住不停有攝影師嘅朋友喺度一路影相，一路將啲相咧向外發放。我希望我哋將我哋嘅力量咧，除咗將集體照之外，我哋都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靠我哋自己嘅身體語言，向更多地方、更多嘅人去展示出嚟。係啦，咁我俾個麥隔離朋友補充一下，個位置咧就再講多次喺我哋台正向嘅12點，依家有個類似八卦嘅喺度閃緊嘅位置，嗰個位置一塊黑色嘅布，我哋只有喺嗰個少少嘅布前面，我哋會同你影呢張相，係啦，咁。正確嘅位置係喺台前邊向住天橋。正正在一個 security 亭前面，
我哋會。